在强积金计划之下，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基金，其中一种最受打工仔欢迎的基金属于股票基金。投资这类基金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些什么因素呢？今集我们请来著名财经分析员黄德基先生，他会和我们分析影响港股表现的主要因素，亦都会讲下本地以至环球股票市场在2013年下半年的走势。今天我都会集中翻讲我的焦点呢，就会讲到即2013年的整个金融市场的这个行为。不过正正呢是要讲个股市呢，在短短的20分钟里面呢，我想我除了想讲一些我自己的分析的看法之外呢，都给个方向大家，就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分析到即环球股市的表现呢，以至到怎样分析我们的港股呢，这个其实呢都有一个很简单的系统化的分析的。只要呢你掌握了几方面 的逻辑思维呢，再將它拼湊在一起，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就算不是很準確都不會離天萬丈的一個看法的。首先我想我們都要了解我們的港股，很多外來因素都影響的。最近這一兩個禮拜一定會大家都會留意得到的，兩會啦、內地的政策，以至到美國的貨幣政策。哇，大家可能會覺得明明美國的貨幣政策或者美國跟我們都即不是很近距離，也都有沒有特別關係。但是咦，很奇怪，為什麼美國的股市又或者甚至乎我們說的美國的貨幣政策呢，會這麼影響到我們的港股的呢？我想在香港的朋友其實都一定會知道，因為呢就是講緊這個美元和我們的香港的港元呢是有一個掛鈎的關係，這個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個掛鈎的關係裏面，如果我們深入一點看的話，因為現在我們的港元的匯價其實都是有一個所謂波幅的，即是不是完全不動的，是動的，不過就是很窄幅地動。講緊咧就係一個美元咧就係對即係 7.75 至到咧就係 7.85 嘅港元，咁可以喺呢一個所謂強方同弱方保證裏邊咧就係上下浮動。咁當然啦，要維持呢個聯繫匯率咧，就即係金管局咧就唔會容許咧呢一個港元對美元嘅匯價咧係走出呢一個波動嘅範圍以外嘅地方嘅。咁所以好簡單咧，就係當美國嘅貨幣政策，大家都知啦，即係金融海嘯，咁再加埋咧美國其實咧而家都係其中一個咧全球最大嘅債仔啊，因為佢借得最多錢。不過咧，亦都因為咧，佢發行嘅即係美國國庫債券咧，亦都係全球其中一種可以話係即流通量最高同埋最受歡迎嘅投資工具。咁所以換句説法去講咧，而家咧要睇呢一個全球嘅資產市場咧，呢一個美元嘅匯價啦，以至到美國嘅貨幣政策咧，都係一個即係相當重要分析嘅一個課題嚟嘅。講到美國咁啊，164,000億嘅債務上限，哇，原來都係不夠的，仲是要往上調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國的真經濟呢，真的可以說在過去一段時間經歷完金融海嘯呢，都真的千瘡百孔。不過現在呢慢慢都復甦緊了，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我們的港股邊是麻麻地啦，恆指都是上上落落這樣，23,000都站不住。但人哋咧呢一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咧，最新最高位咧14,539點咧，呢個係歷史嘅新高嚟嘅。不過咁即係淨係講呢個道指創新高咧，亦都坦白講都有少少即係以偏概全嘅。咁原因咧就因為呢個指數本身個計算方法咧係股價平均，就唔係我哋即係全球最流行嘅加權平均嘅計算方法啦。咁啊邊只股票股價高咧會影響個指數多啲。咁所以如果真係睇美國股市咧，仲有一個即係指標咧就係、是、標準普爾500指數。Standard and Poor's 500 Index 咧，會有更加好的涵蓋面。不過咁講，就算呢個指數咧，其實都非常之接近咧，係歷史高位，距離歷史高位只係差咧2%都唔夠。反映得到其實即係外圍美國股市咧表現就相當之好。咁諗其實過去咧，喺金融海嘯之後嘅而家到現在，美國最成功嘅樣嘢咧就係、是、佢真係幾叻噶。我想即全世界的人都做不到他這樣的情況，即話說可能十年八載前我都即個銀行戶口都沒什麼錢的時候，打給銀行，喂，我想問你借錢，通常呢就是落雨就收遮㗎，啲銀行嚇永遠都係咁樣嘅。你嘅還款能力差，你嘅信貸記錄唔好咧，你借錢啊，梗要俾多啲息啦咁。但係美國就唔係嘅，
越印越多銀紙，甚至乎之前咧喺舊年都大家可能會留意到，標準普爾呢一個評級機構咧，係將佢嗰個評級啊，美國啊嚇三個 A 咧褫奪咗，連三個 A 都冇埋啊！但係不過冇緊要喎，佢嘅借貸成本一樣咧維持一個好低嘅水平。大家講嗰個嘅債券嘅實質收益率，即係個孳息率叫 yield 咧，就知啦。咁其實咧美國嗰個債息都仍然好低。嗱點解佢要咁做，同埋咁做背後嘅目的咧？我諗都幾顯然易見嘅，就係第一。當美元不斷跟隨貶值，因為佢嘅貨幣係超寬鬆嘅貨幣政策啦，一路咁印銀紙啦。而第二點咧就係佢每個月咧都一路咧喺個市場度買債嘅，講緊咧個規模係高達850億，當中咧有唔同類別嘅債券啦，有啲同房地產掛鈎嘅，亦都係有啲直接購買國債。咁其實點解要咁做呢？一路買呢啲債嘅時候，個價格就自然高啦。咁當然啦，如果我知道呢個世界上叫聯儲局咧。在你買完之後會都繼續買的時候，咁梗係咧，即係買得遲就會係輸蝕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美國國債呢個價就不斷高，佢個債息咧就不斷低，因為呢兩者永遠都係背道而馳嘅。咁所以其實美國嘅融資成本咧，其實就係一路咁樣降低緊。咁啊，當然最大嘅問題就係啦，我哋嘅港紙咧就跟隨住呢一個美元有個掛鈎關係。咁當美元咧真係要貶值嘅時候，其實我哋嘅港紙都相對貶值。咁但係亦都因為有個區間嘅範圍啦，咁所以我哋嘅港元咧喺跟隨美元貶值嘅過程裏邊咧，亦都會比較咧。貼近咧呢一個嘅即係可波動嘅範圍，一個所謂嘅強方保證，即係接近咧就7.75。其實俾個 tips 大家好簡單嘅，由2009年3月到現在咧，這個分析係從來都冇錯過。就是、如果你話睇到新聞報新聞，新聞報導員如果啦嚇會話就是、資金不斷流入本港，咁我哋咧銀行睇下結餘咧，唔知去到邊日咁樣咧就會增加唔知幾多億咁。你聽到呢句嘢嘅時候咧，就即係話咧有資金咧。係不斷咧，對於我哋嘅港元咧有個好大需求，即係話當個港紙對美金升到7.75咧，都繼續要買咁解。咁講真啦，即係啲錢嚟到香港咧，別無所圖嘅，一定係喺個金融市場裏邊，而香港亦都係個其中一個咧全球最活躍嘅股票市場。咁所以亦都可以有個咁嘅假設咧。就如果當外資又不斷流入咧，呢啲錢都好可能咧係流咗去股票市場。咁啊嗱，當然啦，呢個係其中一個會影響我哋股票市場嘅因素啦。咁而喺我熒光幕嗰度咧，都有即五大因素都可以好簡單咁概括話俾大家聽，究竟有啲乜嘢仲係會影響我哋嘅股市嘅。咁其中資金流向啦嚇，第二點咧，呢個資金流向講緊咧，其實都可以用兩個唔同層次，一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啦，就係話 OK。究竟係咪啲錢嚟咗香港呢？咁我哋點去分析呢？去到強方保證係其中一個嘅指標啦嚇。咁當然亦都要睇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全球嘅資金流向。因為即係隨住呢一個金融海嘯之後，好多國家咧都實行呢個零利率政策或者一個超寬鬆嘅貨幣政策，佢個貨幣咧都係跟隨住咧就係貶值嘅。咁其中一個就係美國啦。近期嚟講咧就日元咧個貶值嘅速度都幾快嘅。而家咧 plan 去日本旅行可能差唔多啦，因為咧啲 yen 跌咗好多。咁但係其實睇全球金融市場都係㗎，呢兩類貨幣咧通常喺下跌嘅情況之下咧，亦都有利於全球嘅資產市場，無論係即股市啦，或者係商品嘅價格。因為咧，呢兩種咁低息嘅貨幣，尤其是過往喺金融海嘯前嘅日元，又或者早前嘅美元咧，都係一個所謂利差交易嘅貨幣。簡單啲講咧，就因為佢哋嘅貨幣低息，咁如果咧你借入呢個貨幣嘅話咧，個成本就低嘅。咁跟住再將佢咧係轉換做其他國家嘅貨幣咧，就可能會有個息差可以賺取到，甚至乎直接了當啦，就是、投資某一啲國家嘅一啲嘅市場，譬如話股市啊或者商品咁樣。所以我都會相信咧，就係、是、呢兩個貨幣通常有偏軟嘅情況之下咧，尤其是美元跌咧都會係幾利好啦，就係、是、股票市場嘅表現嘅。咁當然啦嚇，第三。第四同第五點咧，咁第三同第四點咧，我就好概括咁講，影響我哋股票市場嘅因素咧，仲有其中一樣，這個、呢個咧就係、是、萬變不離其中啦，咁就係講緊咧一啲企業嘅盈利，因為講嚟講去話咩市盈率，其實個公式好簡單，股價除以每股盈利，咁啲公司越揾越多錢咧，佢嘅股值就會可以咧越嚟越上升，亦都係咧股價上升一個最重要嘅背後嘅推動力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講到目前而家我哋港股股值究竟係高定低咧，咁一陣咧我都有一個少少嘅比較咧，俾大家參考一下。咁仲有咧就是、衍生工具咧，因為香港嘅股票市場咧係好活躍，咁啊除咗頭先咧，我哋都其他講者都講過嘅，譬如交易所買賣基金以外咧，衍生工具講緊避對症啊、牛熊證咧，亦都相當之活躍嘅。要提出一點好重要咧，就係呢啲嘅
即係市場背後嘅資金啦嚇，除咗你話投資呢啲嘅產品或者。坦白講，因為係衍生工具，我都會用投機嚟形容啦。背後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對沖嘅需要嘅。即係換句説法去講咧，呢一啲發行產品嘅發行商咧，佢哋都可能因為咧發行咗呢啲產品賣咗出街俾咗投資者咧，佢哋都要做翻相應嘅部署。咁所以其實咧，衍生工具嘅所謂嘅資金嘅流向咧，都幾影響到股票市場嘅表現嘅。咁當然啦，最重要一點咧，呢、這個就真係。完完全全大家一定要相當之理解咧，就係內地嘅貨幣政策啦、財政啦、金融政策啦，都會係相當之影響嘅。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市況嘅分析或者係嚟緊即係點睇嗰啲咧，我就會再放翻後少少咧，就分析俾大家聽下嘅。咁嗱，呢度咧有三頁，咁其實咧都係大家會睇到咧，就係恆生指數嘅成分股，總共咧就得50隻嘅啫。咁點解要特別講呢個恆生指數咧？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即係量度。香港股票市場一個好重要指標，咁通常我哋咧講我哋香港嘅股市咧，我哋都離唔開咧就係講恆生指數嘅。事實上，恆指表現就麻麻地啦嚇，因為咧即係當個道指都屢創新高嘅時候咧，我哋恆生指數距離歷史高位31,958點咧，喺呢個2007年10月30日所創嘅最高點咧，真係仲有萬丈遠啊嚇，距離又非常之遠。不過咁因為其實指數咧係會有變化嘅。源自於成分股的更替，成分股的更替也有很多原因。當然你說外國的譬如道指以至到我們香港恆指，他們揀選成分股都有不同的準則。其中一個比較有趣的說法就是說，為什麼道指會創新高？很簡單，因為金融海嘯之後差的公司被人踢走了，他的股價跌下來又被人踢走了，換了一些相對地的股價比較穩定一點進去，所以其實很簡單。實際上本身差那些對指數有影響負面那些就已經反映了。到我們即恆生指數呢，這裡這一頁就是50隻恆生指數的成分股，當中也有他們的歷史的市盈率和收益率，即係我哋講個股息率咧，去作俾大家一個參考。其實咧，我哋即當然啦，如果你話我哋遠距離啲，我哋投資強積金，咁當然係講緊你自己嘅投資嘅風險嘅管理啊。即係我啊，啱啱就結咗婚啦，4年前咁啊，兩個小朋友，咁啊，所以而家咧，我對於嗰個風險管理咧，而家都要中度風險噶啦嚇。我哋要去評估一個市場，譬如我哋就講我哋港股。如果我哋講我哋港股咧，都攞一個即係最有指標性嘅就恆生指數為例咧，咁其實咩嘢叫做高先，咩嘢叫做低先啊？這個都係一個參考指標。雖然我哋即係做我哋強積金嘅投資嘅管理嘅時候，應該因應住你自身嘅投資嘅目標，甚至乎自己嘅年歲去判斷，亦都唔係話日日都要轉移嘅，即係而家唔係短炒投機炒埋，講緊啲好長期嘅嘢。不過如果你話當一個股票市場去到一個好不合理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可以略為將你嗰個投資組合轉變，就算強積金都係咁。我都會覺得喺過去咧，一啲幾估值高嘅市場出現咗嘅時候咧，譬如話股市估值比較高咧，咁我都會將佢咧係略為將嗰個股票嘅投資比重咧係可能會減低。咁呢個都係過往有即係做過嘅情況啦。好啦，咁啊嗱呢一度咧就俾大家比較一下咧，就係話所謂嘅牛市同熊市啦，即係好簡單，股票市場表現好咪牛市咯，差咪熊市咯咁。呢兩個咧都係比較近年少少嘅。咁其實咧講緊沙士嘅時候咧，即係恆指嘅指數點就好低啦，8,331點嘅啫。咁而喺呢一個2007年，頭先我講啦，10月30日咧，31,958點咧，就係、是、一個真係牛市即係、就是、最高嚇，或者我哋喺歷史上恆生指數掂過最高點嘅位置咧。當其時咧，如果你又睇翻喺嗰一刻嗰個恆生指數嘅成分股嘅歷史市盈率，嗱、這個係即係話嗰啲成分股已經係在之前嗰年嘅業績嘅歷史市盈率咧。就係、是、好簡單啦，一個咧就13倍，一個就24倍。咁即係其實咧，如果你話講市盈率嘅高低咧，呢個其中一個幾大嘅參考。咁息率咧就係咁樣樣啦嚇。咁不過好啦，咁啊究竟有冇一啲即係再差啲嘅市場嘅氣氛，亦都導致到我哋股市有啲更加差嘅表現咧？咁呢一頁咧亦都可以比較到咧，就係所謂啲即係熊市啊，即係一啲表現非常之差股票市場嘅時候咧嘅一啲嘅股值嘅沙士啦，又或者呢一個即係科網熱爆破之後啦，又或者97嘅呢一個紅籌泡沫出完，然嚇98年金融風暴，又或者咧係呢一個87股災啦嚇，咁啊你都知道即係87年個股災幾驚嚇，香港都要搞到停市啊咁。
咁但係原來即係歷史上高最估值低咧係1982年啦，不過呢個好遠距離啦。好啦，而家啦，我哋50隻恒生指數成分股啦。嗱，當然啦，有好多都而家陸陸續續公布緊業績㗎啦，有啲好啲啦，有啲麻麻地啦。喺而家我哋50隻成分股講緊未公布曬今年全年嘅業績之前，即係講緊仲係舊年已經公布咗嘅業績。原來咧，其實我哋嘅港股嘅估值咧，又唔係真係咁高喎，喺呢一秒鐘11倍鬆啲嘅啫。其實咧呢、這個仲要係歷史嘅市盈率嚟，仲要講緊係咧2011年嘅全年度嘅業績，仲未講2012。咁如果你話計入埋咧，就係2013年今年嘅預期市盈率咧，或者我哋港股估值咧，稍後我都會將全球嘅股市咧嗰、那個目前嘅估值咧同大家咧作出一個比較。不過都好肯定地講一句咧，就話如果以目前嘅恆生指數估值嚟講咧，咁就唔係偏高嘅。咁當然你話係咪好歷史地偏低呢？咁又未係。咁但其實咧，亦都幾接近咧，就係以往一啲所謂嘅即係熊市啦嘅估值嘅。咁不過咁亦都要提一提咧，就係話始終都係一個涵蓋面，雖然都好闊啊，佔個市值比亦都好大嘅一個指標恆生指數，但係亦都唔係講緊全香港所有上市公司。咁同埋仲有一點咧，亦都要留意咧，就係當我哋講即係恆指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啲即係會計嘅準則咧，係有少少咧就係扭曲咗咧一啲企業嘅盈利表現，譬如話一個即係一個公平值嘅變動啦，都會成為一啲地產公司嘅盈利。咁所以我哋睇地產發展股嘅時候咧，好簡單啦，平時你撳嗰啲報價機咧，你都會見到佢哋啲 PE 好低嘅噃，嗰啲市盈率好低。咁呢個係有少少扭曲咗嘅，因為咧如果真係分析員要睇咧，就會睇佢哋嗰啲嘅核心嘅盈利，就唔會睇咧就公平值變動。咁但係始終咧咁多年嘅記錄咧，這個恆生指數嘅歷史嘅估值咧，我個人認為咧都係一個相當具參考價值嘅一個指標嚟嘅，因為如果你話即係睇翻歷史上高，哇！當金融海嘯去到一個咁低殘嘅估值嘅時候，又或者啦喺呢一個2009年嘅3月，咁啊金融海嘯出現咗啦嚇，美國嘅雷曼兄弟經破產保護之後啦，咁啊恆生指數最低位低見過10676點，跟住開始回升，又係就係嗰一刻咧，原來個歷史估值係咁低的話，咁如果你話真係強積金你又唔係話真係接近退休，咁啊梗係盡量將大部分的資產就轉移去到股票啦，咁呢個都可能會捕捉一到少少嘅呢一個嘅回報。咁當然啦，呢樣嘢就唔係要成日做嘅，可能喺一個好大嘅周期，即係可能喺10年8載裏邊，真係只有1-2次呢啲咁樣嘅機會嘅啫。好啦，咁啊喺呢度咧就真係要比較一下啦嚇，即係我哋嘅目前股市嘅估值啦嚇，究竟係高與低？咁呢度咧基本上就好新嘅數字嚟，截到3月11號，基本上全球最有投資價值，又或者大家都會留意的股票市場的估值都放在這裡，這張比較就相當之清楚。如果真的要比的話，我想即香港的股票市場都是其中一個在環球股市來說估值算是比較低殘的市場的。不過真的如果要說低，就原來內地的股市上證指數更低的。講到近期一路創緊新高的呢一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咧，其實一啲都唔低噶啦，都接近12.8倍噶。而呢個 S&P 500指數咧，就係嗰個涵蓋面比較闊咧，就去到就係呢一個14倍。所以其實講到股市嘅估值咧，真係好簡單，用一個咁嘅盈利嘅基礎去比較咧，就香港其實都吸引嘅。咁甚至乎內地咧就相對地咧就更加吸引啦嚇。在未來一段時間，究竟有什麼會繼續影響了我們的股票市場表現呢？如果真的長期的分析，我都會相信一些就是說從歷史的比較，甚至乎跟企業的盈利的一個比較，會是有一個比較高的準程度的話，如果你說26,300點是我年內最高的目標，其實就是相對於2013年的預期市盈率就是這個 12.8 倍，就是說將個估值就睇齊翻道指嘅估值，但係咧個指數點就可以嚟到呢一度。咁不過咁啦，喺我哋嘅恆生指數裏邊咧，亦都你哋要明白咧嗰個計算嘅準則啊。譬如話，除咗你話加權平均
簡單啲講，即係邊個市值大啲、大隻啲，咁佢佔個比重就會高啲之外咧，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嘅。咁仲引入咗兩個機制嘅，咁好簡單講，一個叫做個股上限，一個咧就叫做流通係數調整。咁其實咧就會係用呢一兩個計算咧，係將佢一啲嘅指數成分股應有佔嘅比重咧，係其實係降低嘅。即係簡單啲講，任何一隻恆生指數成分股咧，都唔可以佔指數比重咧就高於15%嘅。咁而第二點咧，就係一啲喺控股股東持有嘅股份，譬如舉個例啦，揸多過5% 嘅，有禁售期嘅，有一啲公司互控嘅，總之佔比多過5%嗰啲股份咧，其實咧亦都唔會咧係計算入去個恆指嘅編算裏邊。咁所以其實香港咧講市值最大嘅幾間嘅公司咧，譬如由匯豐啦，到中移動啦，到建行啦，可能你話乜唔係工行大隻過建行啊嘛？工行唔係全球最大嘅銀行嚟嘅咩？係，咁但係因為工行有好大部分咧係喺 A 股嗰度嘅，咁所以如果講 H 嗰部分咧，這個939建行咧係比起工行差唔多大成兩倍嘅，咁所以其實咧呢三隻咧就是、叮噹碼頭永永遠遠咧都係恆生指數裏邊咧市值最大嘅三隻股份嚟嘅，咁佢哋市值嘅比重咁大咧，但係佔恆生指數比重咧就好唔同嘅，匯豐係去到15%嘅個股嘅上限嗰度嘅，咁另外嗰兩隻咧都唔夠10%，咁所以其實我哋要睇個恆指嘅時候咧，你都要了解咧就係當中嗰個組成嘅部分，咁甚至乎因為我哋都會好留意，譬如啲強積金裏邊有得俾我哋揀嘅。又或者大家都可能會留意到嘅一啲嘅交易所買賣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s 就更加有留意啦、香港嘅朋友最熟悉就係 A50 嘅指數或者佢相關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啦。當然啦，都係由啲唔同嘅基金公司咧去發行啦。講到嘅呢一個指數，當然亦都係得50隻嘅成分股，咁啊亦都係同我哋恆指個數目咧嘅成分股係一樣嘅。咁但係咧講到佢嘅比重佔比咧，就同我哋恆指咧其實都有少少相似，就係話咧，金融股嘅比重咧，永遠都會係最高嘅，嚇，即係話嗰啲銀行啊，這個交易所啊，或者保險公司啊咁樣。第二個比重高嘅咧，無論係內地 A50 以至我哋恆指都係啦，就係這個地產股。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嘅市場咧係好受到咧呢兩個行業嘅股份咧係影響嘅。咁而呢兩個行業嘅股份一旦譬如出現下跌嘅時候咧，咁個指數就實跌㗎啦。咁好似舉個例啦，近期少少嘅一啲嘅新聞影響嘅，譬如內地大家都聽到啦，獲五條啦，咁又繼續咧就係調控呢個房地產市場，更加啦嚇，香港亦都係啦，咁政府出咗好多招㗎啦嚇，有即係特別印花税啊、買家印花税啊，咁再加埋咧就係上調呢個雙倍印花税喺商業物業嗰度，咁再加埋銀行有加息啦，咁所以近期嚟講咧就係見得到明顯地啦，即係無論內房股喺因應住內地嘅一啲嘅消息同因素啦，以至到咧就係話香港嘅地產股咧喺政府嘅政策，以至到咧係銀行嘅一啲嘅即係按揭嘅息率嘅調整之下咧，咁亦都咧明顯地咧從高位咧都回吐咗唔少。講緊嘅高位只不過兩個月之前嘅年內高位啫。普遍嚟講咧，佢哋嘅調整幅度咧少則都15%，多起上嚟咧跌咗成20%咁多。咁其實咧呢兩個板塊嘅下跌咧，亦都係令到咧恆生指數啦，以至到頭先我哋講嘅話或者譬如呢個 A50 啊，或者上證指數咧，都有一個比較即係大嘅調整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金融股嚟講咧，我自己嘅睇法咧，譬如話去到第二三季咁點咧咁呢個係前瞻性少少啦嚇，我講未來嘅一兩季對於恆指嘅表現，始終咧即係譬如話人行行長啦周小川啦，咁佢都講得好清楚啦，嚟緊嘅貨幣政策咧就肯定就唔會係再寬鬆，因為其實內地坦白講係冇一個貨幣政策寬鬆嘅需要，因為而家講緊外圍美國咧啱啱先叫做咧有少少即係復甦嘅呢一個苗頭啫，我只係咁形容。咁歐洲經濟都係仍然真係即係唔想講嗰四個字，不過都要講就一潭死水，我諗都可以形容同概括同好清楚咁界定咗佢目前而家個表現㗎啦。咁但係講到我哋而家即係內地咧反而咧即係以人行行長周小川嘅言論嚟講咧，除咗要所謂嘅保7.5%啦嚇，即係經濟增長要繼續維持一個比較好的表現以外，更加同時間也要控制這個通貨膨脹，亦都因為對上個月公布的內地消費者價格指數，即我們講的 CPI 其實就是略為高了一點，其實都開始比較接近就是目標 3.5% 的這個管理的預期，即是換句說法去說，如果內地的通脹都繼續會維持一個比較升溫比較高的水平，很肯定在貨幣政策那裡就要有一些重緊的功夫。過去嗰幾個星期咧，咁內地嘅人民銀行咧都不
段咧，就係、是、作出一啲嘅調節嘅。咁講緊呢一個咧，就係、是、正向回購操作。咁啊，簡單啲講啦，即係其實喺個市場度咧抽走啲資金嘅啫。這個如果你話真係要分析咧，都係一個比較正常嘅行為嚟。咁原因咧就係、是、話春節過後咧，通常都會係回收一啲過度寬鬆嘅流動性。咁通常春節前咧就會收緊少少嘅。這個其實坦白講都係一個正常嘅做法。哎，不過咁即係周小川講到話嚟緊咧，貨幣政策可能會收緊咧，即係市場都好似驚弓之鳥咁樣啦嚇。咁當然啦，仲有一啲即係話負面嘅消息咧，亦都係令到咧就係股票市場咧有個即係明顯啲嘅調整嘅。總結幾點咧，我諗大家要分析下半年嘅股票市場嘅表現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係可以參考頭先我講過幾樣指標咧，咁都可以略為作一個比較嘅。咁我講嘅時間就到啦，咁多謝曬大家 ，thank you。今天我講的內容重點就是2013年的投資展望。當然因為香港股票市場亦都受到很多外圍和內在因素影響，包括無論是美國貨幣政策、內地的一些金融財政政策等等。所以今天我就希望透過這個 seminar 就可以很詳盡地從外圍以至到內在甚至乎企業的盈利前景分析一下接下來在2013年下半年的投資展望。